者汪损海台北报道，千面男爵陈志峰近年来夸张的造型引发网友热议，不过他对于外界的批评并不畏惧，日前还大方上中国节目吐槽大会二自嘲，更直呼后悔年轻时没有这么坚持自我。对于网友评他是中国版 LADYGAGA， 陈志鹏高 EQ 笑说别人是因演戏需要，自己则是因没人要找他拍戏。陈志鹏大土先生说，我刚出道的时候太年轻，别人说神魔我就去做石魔，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，现在有点后悔，年轻真的不能留吧。身为小虎队成员的他在节目上自嘲叫小帅虎的都是最不红的，并让出小帅虎的称号。谈到小虎队解散问题，陈志鹏说小虎队从来没有真的解散过，只是大家有个自己的领域要去做，联系上了自己一直都说小虎队永不解散，虽然吴奇隆和苏有朋没有说过，一般话逗乐全场。陈志鹏造型前卫，成立现代奇功，陈志鹏后悔现在才开始解放自我。成立现代奇功